毛之后更加奋战。 还有钥匙，那便让我等一探究竟。
据闻，有些珍稀之物隐藏于此。恐怕是张让利用私财建造的地牢。曹某在京师为官已久，也未曾听闻此地竟一座地牢。
尸首上有余温，提高警惕。大敌当前，大意。 如何，阿蛮？通道狭窄，尚能行走，似乎可见深处牢房。感谢几位圣主。 小女姓甄明福，他不过一心想要保护小女，多有冒犯，还请恕罪。张常侍抓捕对其不满之人，在这地下将他们的气夺走。 若非有此白蛇相护，小女只怕……请问几位壮士是？莫非是袁将军？那位将星闪烁之人，没想到竟会在此遇见您。没错，在下正是袁绍，形象上是如此显示的。 本初，甄小姐就将有你护送了，总不能带上她一起吧？尔等可千万别掉以轻心了。
黄金灭亡之后，战火仍未熄灭，各地诸侯也开始招兵，必须赶在第二个章角出现之前，迅速行事。
来敌方。精彩，终究是阁下胜胜一筹。尽如人意。
本侯正忙着呢，来者何人？张公公别来无恙，不知散播可疑丹药之人可是公公您？如今证据确凿，何从狡辩？原来已经沦为妖魔。你这无礼之徒，本侯府邸岂容人说来便来？既然不请自来，本侯就收下尔等之气吧。无礼之徒，我教训你！有请！
只好更加奋战。看来胜局已定。可恶，事已至此。你要做什么？等等，你想要的是钱财、宝物、女人，是丹药？那边分你一半。有了这些，要筑起万世之业也非难事。看来有人抢先一步。从今往后，这天下定将更加混乱。此乃天意也罢，曹某当奉陪到底，直至扑灭战乱之火。眼下大汉天命飘摇，内外交困，将来只怕不知会有几人称帝，几人称王。既如此，曹某当为国家讨贼立功，还天下以太平安定。英雄莫问出处，贤才不论清浊。而若欲建功立业，曹某当显出相迎。看我等如朱雀一般浴火腾飞，直冲云霄。战事已尽，必须逃离京师，募兵备战。孟德，就等你一声令下了，该到我等乔沛子弟大显身手之时了。就在张让遭到诛杀之后，丹药不翼而飞。与此同时，性情残暴的董卓以强大的兵力掌控了京师，袁绍和曹操
怀疑董卓与丹药有所关联，决定起兵讨伐董卓。在两颗将星的号召下，无数光辉集结而来，结成了足有18路大军的反董卓联盟。麾下名为赵云。真不愧是孙将军。还没完，带我取一下华雄的首级。慢着，伯父，不可冒进。要让董贼见识我孙氏之勇武，跟我冲！文初，此战胜局已定。诸位，讨伐逆贼董卓的时机已到，全军突击！是尔等啊！此次也为我军奋勇立功吧。务必要小心。姑娘可是叫红晶，不知能否前往照顾我军伤员。你让洒家带着丹药退往梅坞？是，就由吕布阻挡敌军，为义父争取时间。那就交给你了，吕布。